就是像说，俗话说这种踩雷也好啊，就是尽量去避免走弯路。金秋十月，那是个充满希望与收获的季节。国乒的世界就像被秋风搅动的湖水，泛起了层层涟漪。WTT 马斯喀特站的赛事就像即将敲响的战鼓，在这个时候，咱们的国乒女王陈梦宣布了她复出的消息，这就如同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要知道。 自从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冠之后，陈梦就像是归隐山林的大侠，低调得很，几乎都快让人们淡忘了她的存在。可是现在，她满血归来，目标直指2024年备受瞩目的老瓦杯。想象一下，陈梦和马龙等乒坛老将们组成一个超级厉害的复古天团，要在亚洲和世界众多强手的夹击中杀出血路，重新登上王者之位。 这场景就像一部精彩绝伦的大戏，每个情节都让人揪心又期待。陈梦的这次复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做了充足准备的。在他休息恢复的这段时间里，在技术方面那是下了苦功夫，力求做到尽善尽美。他就像一个精心雕琢艺,艺术品的工匠，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瑕疵，而且。 体能训练和心理调节方面，他也没落下。对于一个快要三十岁的运动员来说，每一次重回赛场，就像是重新踏上一段充满未知的冒险之旅。这个年龄的身体机能和年轻时不太一样，恢复起来更困难，面临的挑战更多。每一次训练可能都要克服身体的疲劳，每一次比赛都要承受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陈梦能不能在复出后的第一场比赛就迅速找回曾经的那种巅峰状态？这是个大大的问号。不过，真正的强者就是这样，不管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都不会害怕，都会勇往直前。当大家还在为陈梦复出的事情兴奋不已的时候，国乒男队里有个宝藏男孩王楚钦也给大家带来了惊喜。这个在球场上如同猛虎下山般的猛将。 居然成功考编，摇身一变成为了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一员。这消息就像一阵旋风，在球迷中迅速传开。球迷们都打趣说：“王楚钦啊，你在打乒乓球的人里读书最厉害，在读书的人里打乒乓球最厉害。”王楚钦在赛场上那可是相当霸气的，拿混双金牌就跟玩似的。不过在男单项目上，他一直都很谦逊。 而且有着强烈的上进心，马上就要去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冠军赛了。他肯定把这场比赛当成自己证明实力、更上一层楼的绝佳机会。现在有了编制这个身份的加持，就像给他的事业装上了一个加速器，他走的每一步都更加踏实自信。他可以在稳定的环境中继续发展自己的乒乓球事业。 这就好比一艘船在平静的港湾里进行了全面升级，在出海的时候肯定能航行得更远更稳。未来的乒坛舞台上，肯定会不断出现他闪耀的身影。国乒的发展历程中，刘国梁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就像一部精密机器中的核心零件。在今年初春的时候，刘国梁就像一位能看穿未来的智者。 他断言，法国的勒布伦兄弟会成为国乒未来的强劲对手。当时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只是一种猜测，没太当回事儿。可是时间过得飞快，半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勒布伦兄弟在国际赛场上就像两颗突然升起的星星，光芒四射。特别是费利克斯·勒布伦，在法国蒙比利埃冠军赛上，简直是神勇无比，一路过关斩将。 就像一个英勇的骑士冲破重重障碍，最后夺得了男单冠军。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打败了国乒新星,星林诗栋和世界冠军张本智和，这让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了法国乒乓的崛起。刘国梁的这个预言成真，就像给国乒敲响了一记警钟。国乒就像一个一直领先的长跑选手，突然发现后面有追赶者了，那必须得做出改变。 在这个竞争激烈、充满变数的乒坛世界里，各个国家的选手都在努力提高自己，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乒必须要快速调整战略，把人才培养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只有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创新，才能在这个残酷的竞争环境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世界乒坛上，不同国家的乒乓球发展各有特点。 就拿日本队的张本智和来说吧，他也是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就像一颗闪耀的星星。他和国乒的王楚钦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年轻且实力强劲的选手。但是国乒的培养体系是非常完善的，就像一座坚固的大厦，有扎实的根基和完善的架构。国乒选手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就像一群优秀的战士在争夺有限的荣誉。 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选手，技术方面就像一把多功能的瑞士军刀，非常全面；心理方面也像坚硬的磐石，非常坚韧。而像陈梦这样的老将复出的情况，在世界乒坛上确实比较少见。其他国家的老将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身体恢复困难、竞争压力大等，就选择了退役。但是陈梦不一样。 他承载着国家的荣誉和球迷们的期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什么叫做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这种精神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国乒的发展道路。随着陈梦的强势回归，王楚钦开启考编后的新篇章，以及刘国梁的预言，一个个成为现实。国乒就像一艘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巨轮，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里，国乒的运动员们用他们的辛勤汗水和无限智慧，谱写着专属于中国的乒乓球传奇故事。在未来的日子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国乒就像一座屹立不倒的山峰，一定能够继续发展壮大，创造更多的辉煌。在 WTT 法国蒙彼利埃冠军赛的大幕落下之后， 国乒的情况就像平静湖面上突然泛起的涟漪，搅得球迷们的心七上八下。原本满心期待着国乒能在赛场上如繁花盛开般全面得胜，可现实却是最佳成绩不过是林诗栋和钱天一挺进四强。再看那日本队，大藤沙月与张本美和就像两颗闪耀的星星，携手登上冠亚军的领奖台。张本智和也不甘示弱，收获银牌。 这情景真应了那句“长江后浪推前浪”，日乒这般崛起的势头，无疑是给国乒带来了重重压力，好似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国乒前行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赛场上的局势就如同风云变幻的天空，瞬息万变。在蒙彼利埃的赛场上，每一刻都充满了未知的紧张和令人心跳加速的刺激。 国乒选手们像是被什么无形的绳索束缚住了手脚，未能尽情地挥洒出平日里训练时的飒爽英姿。不少比赛结果就像脱缰的野马，偏离了人们的预期，这实在是让人为之叹息。可体育竞技的世界就如同蔡根谭里说的：“居逆境中，周身皆针砭药石，砥节厉行而不觉输赢，本就是这赛场的常态。” 关键在于能否像海绵吸水一样，从失败里汲取经验，从而为后续的比赛筑牢根基。从十月二十八日起，国乒的将士们就要像奔赴战场的勇士一般，马不停蹄地投身到一系列国际赛事当中。这一段从秋到冬的征程，就像是一场漫长而又艰难的马拉松，不仅是对体力的严苛考验，更是对心理素质和技战术水平的全方位检验。 WTT 常规挑战赛马斯喀特站是这征程的第一站，二十位国乒的精英如同二十把锋利的宝剑齐聚于此，他们的目标是向着五个单项的桂冠发起猛烈的冲击。随后，德国法兰克福冠军赛又将拉开战幕，王楚钦、林诗栋等七位大将如同七颗璀璨的星辰已确认出征，他们将在单打赛场上展开龙争虎斗般的激烈争夺。 说到林诗栋，这小将可真是赛场中的拼命三郎。他就像一阵旋风，从澳门冠军赛到中国大满贯赛事，再到亚锦赛，他的身影活跃在各个赛场上。业精于勤，荒于嬉。他能在澳门站和大满贯赛事中斩获双冠王，在亚锦赛上收获银牌，这背后是他无数次如同苦行僧般挥汗如雨的训练。 是他永不言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支撑着他不断前行。在即将到来的密集赛程里，他必然会成为国乒手中的一张王牌，是国乒最值得倚重的力量之一。不过，我们也像担心即将远行的孩子一样，为他的身体状况捏一把汗。但愿他能在休息和训练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避免过度的消耗。提起国乒女队， 孙颖莎这个名字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人们的心中。这位被称为“小魔王”的选手，因为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就像一只需要休养生息的飞鸟，暂时缺席了两站冠军赛。这对于球迷们来说，就像是自己心爱的宝贝突然生病了一样，既心疼又无奈。 但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恢复之后，他定会像浴火重生的凤凰一般，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回归赛场，用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比赛证明他的王者归来。值得关注的是，陈梦与樊振东这两位老将，就像两艘在海上航行许久、需要靠岸休整的大船。 因为巴黎奥运会后的长期休息计划而缺席了近期的多项国际赛事，这对于国乒来说既是一道需要破解的难题，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机遇。一方面，他们的缺席让国乒在排兵布阵上如同打乱了棋局的棋手，需要做出更多的调整和尝试；另一方面， 这就像是为年轻球员打开了一扇通往宝藏的大门，给他们提供了更多展现实力的机会和舞台。让我们满怀期待地看着这些星星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像闪耀的星辰一样大放异彩吧！随着赛程的推进，WTT 福冈总决赛如同夜空中最耀眼的星辰，无疑将成为整个秋季赛事的高潮部分。到那个时候， 国乒的核心阵容就像一支强大的军团齐聚一堂，向四个单项的金牌发起全面的冲击。男单方面，王楚钦、林诗栋等年轻才俊就像朝气蓬勃的春笋，将与马龙、樊振东等老将如同坚固的磐石，共同扛起夺冠的大旗。女单方面，孙颖莎、王曼玉等实力派球员就像娇艳的花朵，也将携手王艺迪。 陈幸同等队友如同紧密相连的枝叶，誓夺金牌。此外，男女双打项目也将是国乒争金夺银的重要战场。任新奇、泰山怡相信，在全体队员的共同努力下，国乒定能在福冈总决赛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转眼间，时光的车轮来到了岁末年初，成都混合团体世界杯的战火即将熊熊燃起。 这项赛事就像一个考验团队默契的大熔炉，不仅考验着选手们的个人实力，更考验着他们之间的默契与配合。